嘉义市政府重视善后妇女的需求，除了提供到厝做月来幼儿喘息照顾的服务之外，也规划系列课程讲座。去年首度推出善后妈妈身心修复方案，真受好评。今年延续再推出妈妈不孤单、善后以及专职妈妈多元课程，内容非常的丰富。在今年年初，成为新手妈妈的医生，对地方妈妈的LINE群组内底知影，家己起进户，规划妈妈不孤单。滚筒放松课程，伫咧上课期间，佮大心提供着免费通讯的服务，好心为专职妈妈伊，一点啊拢无丢毒，直接就报名，把握会当运动放松，佮有专人照顾囡仔的难得机会。内容很多很丰富，上完之后，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自己跟自己的身体对话。虽然时间没有很长，可是那段时间就是专属于你自己跟你自己的身体，可以关照自己的身体，而且很安稳的在那段时间里面。所以我觉得对身体啊、心灵都有很大的帮助。尤其这边又有帮忙照顾小朋友的服务，真的很棒，很贴心。嘉义市政府体贴善后妇女，伫四月份陆续推出相关课程，让全家伙仔会当做伙参加，共同成长。期待透过市府所推出的善后含专职妈妈多元课程，让善后妇女会当找回家己，拥有更较侪的能量来经营家庭，提升翁仔某的关系，嘛促进家庭的和谐。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六月份还会有全职妈妈的身心灵的服务，包括请到諮商师来跟他们做对话。那在八九月份的时候，我们也会办理就是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关系沟通，那也在期待在这些过程当中，让这些产后妈妈他们在生完产之后有一个强烈的支持，不是只有自己，而是嘉义市政府其实是体贴这些妈妈，帮这些妈妈设想到，然后呢也会提供给这些就是我们生产后的两个月到一岁半的之间，我们都有一个免费的托育服务，让这些妈妈真的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放松。那也鼓励我们所有的产后妈妈可以的话一起来参加我们嘉义市政府所规划的课程。嘉义市政府欢迎三后两个月到一冬半之内的市民报名参加课程，免费提供三岁以下幼童通讯服务也满为止。详细内容会当向嘉义妇女福利服务中心来查询，或者是上嘉义市政府社会处的官方网站来询问。最新新闻，张定顺、王秀贤，嘉义市采访报道。在家吃喝玩乐，探索世界，您准备好了吗？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深入嘉义，最在地的美食，最及时的新闻，最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滑动手指，全部完整呈现。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